他断了臂，还有救，快抬到后面去上药。是，快，快点，是的，快。 一个迷踪大手印，韩老头，你的武功不错，念在黄教喇嘛寺，跟你同是中原武林一脉，我就放你一马。 什么？左大师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先不要闹。看我的。 Hey!
大家都快半夜了，晚一点有什么关系？总算把那个病人救活了。死人！这个人断了胳膊还没有死，我们把他救回去好了。天龙哥，你不是说最喜欢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欣赏瀑布流泉吗？怎么又闷闷不乐地走下来了呢？今天没有心情，我们回去吧。不理你了，最近每一次玩得好好的，你就好像有心事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小女，自从你们父女救了我，养好伤以来，你爹又教我采药、针灸、治病，应该说是满足了。可是每次当我摸到这只断手，就会想到师父的血仇，想到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残废，我的心就会沉下来了。天龙哥，你还可以再练武。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讲，断了右背就等于什么都晚了。小时候我好像听我爹说过，他采了一种药草，拿来泡了药酒，练什么残拳。听爹说，练会残拳的人双手可以开石裂木，厉害得不得了。可是我只有一只手啊。一个手也可以练呢，等你练好了就不会再这么唠唠叨叨的不开心了。是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不过听爹说，练这种拳得先把自己的手弄残废，痛苦得不得了。你受得了吗？只要真的可以练成残拳，我什么痛苦都不怕。好，那我们回去找爹去。这就是铁青草泡的药酒。这种药草是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在天山采药挖到的，泡成了药酒，30年来一直没用，想不到今天能用来给你练残拳。不过练残拳的人首先要讲手上的筋脉都烧断，只要一根没有烧断就前功尽弃。你都考虑清楚了？我都考虑清楚了，只要能练成残拳，我任何痛苦都能忍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个恒心，只要你忍受得了，我们马上就开始。Thank you.
要走到我这准备。经脉全部烧断，赶快把他扶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这只手要连泡一个月，才能够重掌经脉。你要好好的。